Hello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接你下班啊！知道你这个点，没吃东西，走，到这儿。我不，我在公司附近吃就行，一会儿还得回来。工作任何时候都可以做。还是你想说，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帮你唱唱？你。我开车很快，你要是累了的话，就在车上休息一会儿。你考虑过做演员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有个剧的制片人找到咱们公司，说想让你试试男二的角色。我刚刚去看了项目书，还有剧本。觉得不是太适合你，不过这个事也让我思考了一下，演员这条路会不会对你未来的发展更好？但这一切都得要建立在你自己喜欢并且能接受的前提下。辛苦了，还要为我考虑这么多。不过，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。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。走了。怎么累成这个样子？你也太任性了，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就带我来这么远的地方。这破地方信号都这么不稳定。我已经跟公司的人说了，这段时间他们不会打扰你的。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哪有当老板的自己逼自己干？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息，干杯。你开这么久的车带我来这儿，就是为了让我来看这里的星星吗？三、二、一，请看。你搞什么鬼啊？我给你唱首歌吧。Says nothing gonna stop me from inviting the vision. Record is again my turn. I do win some more, learn some, but I won't hesitate no more, no more. It cannot wait. I'm yours.闹钟点好了，来吧，许个愿吧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程昱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吃蜡烛吧。幼不幼稚？
是？一年就这么一次啊。刘星，刘星来了！我说了，他一定会来的。